你说手机为什么卖这么贵啊？光这个表都大半小时，人在那看了，因为一个表出来大半小时。贵的是功夫。对，贵的是功夫哈，人工现在值钱。你这课，你说这个课上机上住宿这课得多长时间？咔咔一下午。人们他们做苹果都这样，刻个表，个性化的弄上。这一个500，对，四五百嘛。再个性化的弄。